今天我们要上骑兵最重要的一刻，马刀的刀出去。嗨，好了，班长，我们来了这么些天，马屁股都没摸过，浑身都痒痒了。班长，我们就等着这一天呢。我们这马和刀在哪儿呢？我们瞧你们几个啊，都在这儿。啊，这板凳就是马，这棍子就是马刀。不是班长，你这是跟我们开玩笑的吧？这骑兵就这个练法啊？怎么了？都过家家嘛。是啊，我从小就骑着板凳打仗，现在都啥岁数了，还是骑板凳？我6岁以后就不玩这个了。是班长，这让老乡们看着不笑得大牙呀。可不是嘛。我说你们一个个觉得本事大什么啊？现在板凳上给我比划几下，过了关，再说马背上的事儿。看好了啊！板凳有啥好？左，右。 明白吗？啊，明白了，这有啥不会的呀？小时候骑马打仗，这是我的强项。来来来来，我给你比划比划。哎，左右劈杀。啊，左，右，左，右。嘿，停停停停停停停！你这耍吧什么呢？啊，我问你，这是什么？稻草啊。在板凳上是稻草，在马背上。 这就是马头，你这一刀下去，那马耳朵就没了。你以为这猪耳朵给你下酒了啊？啊？你做的这是什么？马包，马屁股。你反应挺快，还知道是马屁股。马屁股。你这一刀下去，整个屁股就没了。你们都看见了吗？这还是练过武的，就这两下子上了战场是打仗，还是自残呢？ 啊，下去！班长，我明白了，这就跟练武一样，得先练好基本功，才能上马背。你说的对，你们四个过来。来来来来，我这地儿都找好了，就这墙头。这个墙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不就破塌了吗？哎，不是那个，这个土墙。 我告诉你，这底下坐着，你别，你得板凳舒服。你看，合适，你跟没跟人打个招呼？嘿嘿，哎呀，这墙比那板凳子舒服多了。来来来，上来你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别说，他们墙啥呀？这都跟马背差不多高。哎，谁呀？干嘛的？要坏了！哎呀，你看见啥了你啊？走吧。啊？ 你们两个别跑！哎呦，我不跑了！跑了！哎，别跑！别跑了！别跑了！跑了！这小丫头跟死鳖一样，死咬着咱不放，咱不能背这黑锅，不能让她喊了。那不能让她抓来了！别别别！等会儿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站住！怎么着？怎么着你？啊？哎，怎么是你们俩呀？是我俩咋的了？刚当兵就偷看女兵上茅房。 我们啥也没看着，别说，你给我小点声，别乱喊，我俩什么时候偷看你上茅房了？再说我们俩像哪种人吗？像。趁你大爷！我们俩要是那种人，走三步就磕死。你不道歉，拍骂人是不是？你给我小点声啊！你再嚷嚷，我现在就治你。你怎么一点江湖上的规矩都不懂呢？啊？啥规矩？啥规矩？井水不犯河水，是不是？咱都无冤无仇的，你老找我茬干啥呀？赶紧该干嘛干嘛去！不行，你违反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。 跟我到团部说清楚，走。哎哎，怎么着？你还骂人了是不是？出来！你别动手！你别动手！你要敢跟团长说，我现在给你胳膊扭折了，你听不懂？怎么着？哎，干什么你们？班长，班长，别跑！团长，团长，你拿个烂树叶挡着脸干什么？是没脸见人呢，还是你们俩唱双簧呢？过来。 回事？他们俩偷看女兵上茅房，还把老乡的墙头给骑倒了。团长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团长，我们是想练骑马，这新兵太多了，板凳不够用，我们俩抢不上，就看那墙挺合适的，就上去了。那不知道里面有茅房，更不知道里面有人，这一紧张，这连人带墙全下来了。哼，去把他们连长给我叫来。是。你们俩回去给老乡赔不是，然后把墙给人家剁起来。是。
你带他们去监督他们，如果他们再跑就告诉我。是。你们俩再跑我就把你们俩剁墙上。你们俩立正，向右看齐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刘春雷。那你呢？我还没向前看呢。那你倒是看呐。吴彦民。跟我走。这小兵丫头没三块豆腐干大，被老鼠咬去两盒半，拿个鸡毛当令箭。我跟你说，惹急老子，我一脚给他踢到爪哇国去。你少磨叨两句吧，他听着又得呲的你。听见没？听见没？咋的？他能打我军棍呢？小心我拿泥巴糊他脸。来了吧？你说我啥呢？我没说话呀。那你那嘴里嘟嘟囔囔的，说啥了？我喘气儿，你还不让？真是。哎呀，八路同志，八路同志，你看看，这墙比我垒的强多了。哎，天快下雨了，赶快进屋喝点水，歇会儿吧。哎，别走别走，你们把活干完了再说，不然他们该偷懒了。不会的，这俩青年啊真行，一出手啊就知道是庄稼人。你瞧这活干得多利索呀。哎呀，大爷您回屋歇着吧，我帮您看着他们，放心。哎，赶快进屋吧。知道了知道了。比地主老财。哎呀，不用咱俩去八路当的啊，仗没打先学会砌墙了。那不怨你，啥倒霉事都抻着我，这腰都快使了。我也不咋这么倒霉。哎哎哎，起来起来，别靠着了。又来了，回头再把这边墙给我靠塌了。你看看这胡彦明，干了半天活了，一个累字都没说。我啥出身呢？我是扛大活的出身，就这活早习惯了，哪像人家呀，饭馆里的学徒，顶多端端碗。我说呢，哎，我说你怎么这么落后呢？原来你是地主家的儿子啊！啊，你是地主家孙子。你怎么拐弯骂人啊？谁叫你先骂我的？你还不让我还嘴啊？你是地主家孙女，你们全家都是地主，你掉地主堆里了你。你们全家才是地主的。我今天把我手都弄伤了，我都没给你算账。我拿泥巴糊你。你说什么呢？委员长，小吴同志，老人家在吗？在呢，连长。好，你带我去一趟。好，好，好好干活。哎，你说怪了，这连长咋看着小吴脸就乐得跟花似的，看着咱俩脸长得跟马似的？你的意思是？不可怕。热死活人呐！你说罚站就罚呗，也不知道谁给连长出这么馊主意啊，还裹件雨衣。肯定是你惹那鬼毛丫的，雨衣都是他拿来的，你没看见吗？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说，他就是个灾星，你等着让我再瞅着他呢，我非抡圆脸大嘴巴抽死他不可，我得让他知道这个锅是铜的，喇叭是铁的。哎呦，我说你拉倒吧，刘春雷。哎，不是，你是说这要生了病八百的穿它合适？一会儿好啊，出汗，这衣服扒成小鬼子了。肯定是。我就小鬼子有这么好的衣服。不是，你说这没准是个新鲜东西，咱俩在小鬼子那儿兵营里也没瞅着过啊。小鬼子好东西能让你瞅？你俩在小鬼子那边待过？你俩是特务，不是特务就是汉奸。滚蛋！少在这胡扯。你爸爸是特务，你爷爷是汉奸，你全家都是特务。你奶奶是一代人，都是特务。你全家都是特务。你全家都是特务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报告连长，刚才我听到刘春雷跟胡彦明说在小鬼子那边干过，我怀疑他俩是汉奸。什么？他们俩在这里说日本军里的事儿，被我们俩听见了。连长，我们不是汉奸，把东西放下。
放下！你先让他们俩还我们清白。判得沉了，我不是汉奸。啊！哥们，你别说话，你服不服？我服你，但我不认罪。凭啥说俺俩是汉奸？俺俩参加八路军咋成汉奸了？到阎王老子这我也不认。先回去了，送团部。是，汉奸走。走，赶紧走！你放就是汉奸，就是汉奸！站住！就是汉奸！这么说，你们俩是被日本人抓起来的？是，小命差点没搭进去。说我们俩是汉奸，那鬼子抓你们干什么呀？马夫，苦力，不是人干的活都干过。他是个日本什么样的部队啊？嗯，反正就是骑着马的兵，是吧？我们俩跟这遭老罪了。你说的是日本人的骑兵吗？啊，对对对，骑兵。骑兵是英校森一的骑兵吗？也不知道是森一还是森七，不知道哪部分呢。反正都骑着大洋马，穿着这黑皮靴，戴着白手套，一个个都挺凶的。有个鬼子官，长着小胡子，说是参加过什么会的什么赛马的头把。你看看。是不是这个人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老昨晚剁了他，是吧？就是他。这王八蛋！但是您别说啊，真有一套。人家懂军马，那行军的时候是吧？那马掌一松都不用看，耳朵一听就知道。我还挨了他一马鞭子呢。你说说，你们跟了他几天？四五天有了吧？嗯。快快快，松绑，松绑！别动，团长，我绑的我来解。少废话，快点！哎呦嚯，轻轻轻！哎呦，不明不白就给绑上，就是。这捆牲口哪是捆人呢？胳膊都勒麻了。谁让你俩不听命令的？啊？你俩就牵这么一绑，干嘛去？报告，首长，没事了吧？哎，有事儿啊，有事儿，当然有事儿了。啊，还罚呀？啊，你们两个坐下吧，坐。今天我们讲一讲日军的骑兵情况。真是狗肉上不了岸席。坐凳子上。不要，这大家都起立，高矮。对啊，我注意了啊！日军华北骑兵旅团，1933年在海拉尔成立，这是日本关东军的精锐部队，纪律严明，作战凶悍。入关以来，作为华北先遣军的战略预备队，一直想寻找机会歼灭我们。哎，总团长说的对，据情报上说呀。该部的兵员都来自日本的东京和大阪，很多都是贵族子弟。里面有一个叫西村次郎的男爵，在柏林的奥运会上拿过马术冠军。天皇呢，授予他一个称号，叫皇冠之花。嗯，皇冠之花。这支部队啊，训练有素，装备精良，使用的是444步骑枪和甲型320军刀，就连马鞍子啊，那都是改良过的。他们的马呀，这都有身份证，是清一色的，盎格鲁若尔曼马，是法国的若尔曼马和英国纯种马的混血。胯骨到前蹄呢，1.53米，体重呢，460公斤，比我们的马呢个子大，速度快，那冲击力也很强。在诺尔曼战役中，苏联红军和他们交过手，哥萨克骑兵那都没占过便宜。对待这个头号劲敌，我们知道的有限。他们两个被抓去当过几天马夫，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呢比较了解。嗯，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。今天就请他们两个当先生，给我们上一课。啊，你们两个怎么又坐地下了？起来，起来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坐这儿，坐这儿合适。团长，我们就坐这儿，你们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哎，这，不用，听命令，听命令，坐，来。
起来起来起来！哎，对对对，你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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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大家可要认真听讲啊，不许走神，不许打瞌睡，不许开小会啊！只要是违犯了，当场罚交2颗子弹。啊，哎，不管认真听啊，都要拿笔记。你不识字的，你画也得给我画在本上。好，开始吧。哎，讲吧讲吧，大家鼓掌。人家早晨呀，就是先给马洗澡，是吧？先洗马背，然后呢清理马蹄。这给马洗完澡之后呢，就检查这马呀喂没喂饱。人家都是把马当大爷，自个儿当孙子。那个不打仗的时候吧，他们就把这个马圈里这个草全拿出来晒，啥时候晒干了啥时候，反正就是马圈里的活啥时候干完了，他们才能吃饭，要不然都不让吃饭。那马呀，他们把自个儿那毯子拿出来，就盖在那马背上，让那马背啊和那鞍子隔离开。我估摸着呀，可能他就是怕那马背啊磨坏了，所以才盖那毯子，这样那马背就不会磨伤了。人家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先查这个马背和马蹄子，有伤连夜治。你要治不好，第二天人骑马你就得拉着走。对，谁的马谁牵，这是人的死规定。哎，你们俩说说他们是怎么治伤的？这弄了一个叫什么草，是吧？哎，就在那马背上揉，在那伤口周围揉，谁的马谁揉，不带偷懒的。有的时候一揉能揉一宿呢，第二天早上还真见效。是什么草啊？就是长着小花、小细叶、长长的。我这叫改善血液循环，加强马的愈合。那个，他们还爱给马喝水，他们说这个马要是喝不饱水，这马爱生气，真是爱生气呀、啊！是得脚气，得什么脚气？喝水跟脚气有啥关系？也不是生气，也不是脚气，疝气儿，疝气。不管是谁的条令啊，只要对我们有用，就是敌人的，那我们也参照执行。啊，来接着说。哎，这个他们出征之前呢，一般都是备3天的粮草，马粮优先。3天以后呢？没有粮草就在当地蒸发，要实在蒸发不上来，那就劝老百姓呢。哥，我，你干什么？你屁股上长刺了，站起来干什么？坐。我是问他们，他们的马一天喂几次啊？报告，3次，大半夜还喂呢。都喂些什么？说呀。喂些什么？那喂些什么？你坐着说吧。你站起来干啥？叫你说了，你站起来。猛一站吓死那活人，对，坐着。你来说，他又没被日本人抓去当过马夫，他哪知道啊？站着说啊，说吧。说上点了。别，你这样，你说说他们的装备情况。哎，人家那装备，那都是双枪，一长一短。那短枪就是王八盒子，哎，这王八盒子呀就挎在腰上，这长枪。嗓子里边长马毛了，你嗷什么呀你？来来来，你接着讲。说说，人家那马刀还漂亮呢。团长，团长，我们的电台被抢了。什么？谁抢的？六零会。六零会。胡彦斌、刘春来奉命报告。啊，你们两个是当地人？啊。是不是要给我们俩发枪啊？只要发枪发马，我们俩打头阵。哎，不，打头阵可以，不能带枪，也不能使马。啊啊啊！刘立会是个当地民团，也偷袭过日军，军区首长指示要维护统一战线。虽然他们故意挑衅，我们还是围而不打，争取政治解决。呀，你们两个进去啊，把这封信带给刘立会的头。只要他们能返还我们的电台，我们就不计前嫌，立马撤军。让我们俩送信去啊？对。根据情况，刘立会又不是大刘村的人，不会难为你们俩的。哎，有骑兵团做后盾，他们不敢把你们怎么样。怎么样，敢不敢接受这个任务？我敢。不是你啥意思？啥叫你敢呀？你这不是晾我呢吗？谁知道你琢磨啥呢？你要不敢去，我一个人去，脑袋掉了吗？那个吧。嗯，好样的，回来我给你立功。喂喂喂，团长，我也敢去。他不怕，那我也不怕，都是一个泥里的坑，谁不去谁是孬种。嗯，好，你也是好样的。
快去吧。哎，啊，哎，还有什么事儿？保证完成任务。堂主，干什么呢？见你们堂主。走，给我送！都别动，再动我剁了他！还亮点白肉花了，你们还成精了？你们快走，赶紧领我们见堂主。弟妹，听他的，毛退，毛退。下凡，法力无边，天人一路，会好金光。啊，今日妖孽告我升堂，天人一路，巧舌伎俩。小罗成，你小子跟着装神弄鬼啊？我还以为是哪个深山老妖呢，这推下推下推下，是我们都认识。我说怎么是你们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啊？我还以为八路军能派什么好鸟呢。吴一鸣，我没找你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啊？说说吧，偷我们家马的事儿，该如何处置啊？你少在那胡说，我没偷。你没偷？你没偷我们家马呢？哎呀。他置什么气呀、啊？咱今儿还有正事儿，啊！你老提你那马干什么呀？不是那马是娟子送给八路军的呀。行行，你人多，人家娟子说了，那是她的嫁妆。再说了，小鬼子现在都打进来了，谁家不捐点东西啊？是不是？我们家捐头驴呢，让你捐匹马咋的了？你们钱多地多人多，亏着你了。你瞧，你们这一个个撑的肚子都流油了，快！我说你真站着说话不腰疼吗？啊，你说的倒轻巧，不是？你们两个当八路军，啊，我们罗家赔了闺女又折马，有这么好的事儿？不是你想的也够可以的啊！偷我们家马还偷我们家人，你还是个东西吗你？你嘴给我干净点！我现在是八路军骑兵团的信使，不是你罗家的成功。换了身衣服，我就不认识你了，口气不小啊。行，马的事儿，我一会儿再给你算账。先说正事儿，信呢，呈上来吧。这是我们团长和政委联名给你写的信啊。下去。行行行，你还真把自个儿当玉皇大帝了，来来来。哎呀，写的什么呀？自个儿不会看。嘿，告诉你们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？要想要剑台不难，300大洋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拿几张破纸就想打发我，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吗？小罗成啊，别怪我们没告诉你，你就是作死，找死。我说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我这儿有多少人？我外头还有好几千人呢。你们八路军骑兵团有多少人啊？最多也就500-600人吧。就算是我这几千人全是熊包蛋，你们八路军都不一定吃得下去。我说小子，你现在真是有点活腻歪了，怎么着还真想跟我们骑兵团练练？你们八路军骑兵团不想打也行，有钱有电台，没钱滚蛋。你呀、啊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不撞南墙不死心，不见棺材不落泪呀、啊！你行，出来，咱走。走，慢着。我说让你们俩走了吧。排长，孙新都回来了。嗯，你们俩怎么造成这小样呢？哎，不，怎么这么臭啊？你怎么事啊？报告团长和政委。
六林会那帮王八蛋泼了我们俩一人一桶大帆，他们还把信烧了，说想要电台拿300大洋。看来我敲打他们一下不行了。就是，老总啊，我看着一分军事九分政治啊，根本不行。咱们应该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。嗯，团长、政委，我们申请打头阵。我就要出这口恶气，要不然没法活了。打仗不是出气，快快快，回连里洗个澡，换件衣服，快去。那这个衣服，哎呀，走走走，快走走，拿走拿走，圆的。对，张伟啊，猛子，哎，六里会这儿，算了，你把你马牵好了。同学，哟，去把各连连长给我叫来。是。哎，团长，你这都点了将，咋改主意了？三分军事，七分政治，宗团长啊，是怕你收不住马刀。这个事儿啊，你干不了。你这是门缝里看人。三分军事，七分政治，我不懂啊，我懂。张飞，张飞出动在西呢，我咋就不行？你是张飞吗？你只有张飞的猛，你缺乏张飞的细腻。试完了再说，捅了娄子，你撤了我下班喂马去。哎，咱个军中无戏言啊！我立军令状，我韩永正对待六里会，你们放心。行了，就你去吧。来，记着啊，给我拿捏好分寸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话说我们二人来到这六黎会大殿的门口，那俩大红门五六米高啊，我们俩推着这门慢慢就进去往里看，苍啷一下出来俩壮汉，二丈金刚，一人手持一把青龙偃月刀啊，那壮汉的腰得有这么粗，有这么粗没有？有仨这么粗，有仨这么粗呢，那刀就架我们俩脖子上了，我们俩眼都没眨一下，纹丝没动，一个反手夺刀，啪啪，那俩壮汉就趴下了，我们俩直奔六黎会那堂主那屋就去了，就看那堂主慢慢一个转身，噗，吐出一火球来。吹牛呢，噗，还喷出个大火球，我看喷出两桶大粪来吧。哎，你们俩熏完团部又来这儿熏来了是吧？哎，大伙闻闻啊，身上臭着呢，来。嗯，嘿嘿，这味儿至少五六天才能散尽了。哎，我可告诉你们俩啊，今天晚上你们俩只能睡外面，这宿舍不能要你们俩了。快平志，我说你是不是属屎壳郎的你？那别人闻不着臭味，就你闻着了啊你！这大家全闻到是不是？你们俩换了一身衣服，我告诉你啊，那肉是臭的。哎，不行，你闻闻，你闻闻身上。你瞎闻！我这有完没完了你们啊？别老在这幸灾乐祸。是，我和烟明我们俩是让人一人扣了一盆屎，但我们完成了组织交给我们俩的任务，对不对？他们这是看咱俩立功那么眼红啊？是。我们是扣两盆屎，那咋了？我们为胜利做出牺牲了，那我们就是英雄，你行吗？行吗？有本事送信去啊！敢去吗？哎，听见没有？扣了屎盆子就是英雄！哎，兄弟们，咱再找点往他身上多泼一下，行不？好。你行吗？不是，你能当英雄？你能当英雄啊？这事还好意思说呢？不嫌丢人啊？想看打仗的，跟我走。韩连长可出马了！哎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老总，走，快快！你们随时瞅啊！说，我们庄主将你单独过去。原地待命。连长。去。有人说韩连长以前当过刀客，是真的吗？他不是刀客。他爹是当年因为帮助红军被白军给杀了，那年韩连长才15岁，提了一把关东刀就投了刘志丹，
哎，那我还听说韩连长一个人打过一个排的敌人，这是真的吗？这当然是真的。哎呀，别急。来者何人？我是八路军骑兵连连长韩永正。你什么人啊？六黎会小罗成，听说过吗？听说过。打伤我们八路军战士，抢了我们电台的就是你吧？那都是误会。什么抢和不抢啊？我们那叫捡。好，捡来的，把捡的东西还给我们。还啊，我没说不还啊。但是这次来呢，是想跟八路军的长官商量件事儿。说。你看啊，这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，那我们也是抗日的队伍，那就应该互帮互助，你说是不是？最近呢，兄弟们手头有点紧，你看看把兄弟们都饿的一个个跟皮包骨头似的，这八路军应该帮助一下吧，给点钱呀、粮食啊、弹药什么。少废话，给你两条路。第一条路，参加我们八路军，成为真正的抗日队伍。第二条路，叫你手下这些人啊，放下手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回家种地，本本分分的做个老百姓。我也给你两条路，第一条，给钱给枪，我还你电台。第二条，兄弟们，上。不给的话，今天你的四条马腿儿，看来是得留下。交还是不交？不是你给还是不给啊？小罗成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别打你们，你们打的，别打！哎，你上了。看见了吧，这才是真正的骑兵。你白长那么大个子了，这吃饭费粮穿衣费布，还顶一桶粪水回来。你们都给我好好学着点啊！吹冲锋号，让各连发起攻击。是。哎，老宗，嗯，还真打呀、啊？哎，根据你的指示吓唬吓唬他们。还能拍马屁股，当马鞭使。中间那个红马连我知道，是红四方面军的。我不知道。你还真说对了，他们是鄂豫皖红军骑兵，作战太猛，喜欢听军马号，正面冲击敌人。新兵连不让乱跑啊！你俩是不敢去啊？那你俩别去了，我去。你们给我打个掩护，就说我尿尿去了。那有纪律。哎，白平志，出来！
平，哎，咱俩得分分工啊，谁负责抓马，谁负责扑人夺枪，咱得先说清楚了呀。行啊，你管人，我管马啊。嘿，我说你这小子，这再怎么说也是我姐夫呀，我也不太合适。是啊，那是你亲姐夫呀，那万一我拦人拦出好歹来，我说不清。这到底是我姐夫还是你未来小舅子，那都不一定。少从这放屁啊！你，哎呦，来呀！呀！哎呀！站住！我说你们俩干什么呀？攀上高枝了，也想趁火打劫是吧？闪开！让不开！下马受绑，饶你一死！不闪是吧？那我可真冲了啊！怎么着？我告诉你，东山大少爷才出门几天，你就没规矩了，是不是？我管指定是谁，我现在是八路军战士，不认家成功。不行，轻点，轻点，别给弄死了。我弄死我还有恩人呢。啊，动作轻。哎，起来，起来。我有枪没，老师长？啊？我什么枪？我没枪。搜他。卡布裆里有没有？搜他后头。还不老实呢？嘿，这枪藏哪儿了？啊？要枪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嘿，不是你还跟这装着好汉了是不是？啊，进来！你穿个八卦图装什么蛤蟆精？你还跟老子玩上《西游记》了？你要是蛤蟆精，我就是齐天大圣。你这少从这扯闲篇，问他枪在哪儿呢？啊，对对对，你赶紧把枪拿出来告诉我，要不我俩在这弄死你啊！弄死我！我告诉你，老子天上可是有位置的人。你还有位置？有什么位置？你位置早让人顶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八路军不信这个邪。你要是跟八路军对抗，你就是我们敌人。把枪交出来，交出来！以前的事一风吹，不断你的。你先松手，你先交枪。你松手，交枪。交不交？哎，不交枪，小心我们弄残你！我告诉你。来，上去。我告诉你们俩，你们俩要把我弄出好歹来，家里的大姑娘、小媳妇儿还能轻饶你们俩？嘿。放心吧！哎，我你干什么？哎，我叫！在哪儿呢？在马鞍子里啊！松开，松开！你安好，我去看。还想动？别动！有没有？出来！有没有？有！找到了！找到了！李明，你给讲讲讲讲。哎，这就是传说中那日本的王八盒子吧？哦，摸，你瞧多新呐，连长都没有。是啊，咱俩要把这枪拿回去，把那个整那边里。哎呀！怎么这么响啊？啊？啥？太响了！是啊。哟！哎呀！打哪儿了？幸亏打手上了。真打呀你！我枪走火了。姐夫咋样你啊？啊，幸亏打手。你把枪拿开，你先拿开。我拿开！不是这东西不是你玩的，你还给我。还你？做梦！这是我的战利品，你还得跟我回去呢。走，跟我见团长去。对，我枪和马都给你了。你别六亲不认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六亲不认，你认呐？你认你泼我们俩一身大粪！赶紧走，见团长去。走，啊！要想当骑兵，就跟我学，自个儿弄马去。哎，没马你怎么当骑兵？哎，看我这马怎么样？啊？哎，大眼睛双眼皮儿。哎，瞧我这马怎么样？你们俩真可以，入伍没一天就缴获这么重的战利品，要是在我们骑兵连够上请功了。哎，不错，有了这马，有了枪，你们俩就可以提前结束新兵训练，补进骑兵连去了。做梦！马我参军的时候是有一批了，这批给春雷，那枪就这一把，俩人怎么分呢？可以换呀，你们俩这是嘎巴新的王八壳子，还有这么多子弹，换两只汉阳道都有富裕。能换？换啥呀？哥们儿是不管那些了，现在我是穿着马靴，手拿着哥萨克军刀，再加上我这匹骏马，打今儿起我就是正式的骑兵了。
刘春雷、胡亚明到。到。韩处长叫你们进去。是。哎，牵着我这马到那边喂点水去啊！别给我弄丢了啊！好，进去吧。长官，我保证我说的句句实话。报告，进来。团长，政委，你们两个跟他是亲戚？长官，要不然我介绍一下吧。这位，我小舅子，我是他亲姐夫。那位，我们家倒插门的女婿。他这乡间的小路，走向战场。寻见那和平的曙光。